我在7点认识的芝芝。大家好，我是芝芝郭芝莹。台东雷哈娜 ，A.K.A. 芝芝公主。OK， 再介绍，叫我左手边的这位7点制作人3D 人老师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吧。微醺版了、微醺，微醺。I'm okay， 说着越来越想念 ，No。这个抱怨，如果忘掉会比较好过，那就这么做吧。不愿地说出了很多狠话，感情没了口，都把不舍的眼泪全都剩下。让你先走，往前走，别再回头。要算不完了，我又何必独自难过？大约还能再见你一面，即使难过才没事而为。曾是我的全世界，你我都是听着转动这一天，结束这一趟旅行。想好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有这条分界线，就要放手去面对，开始下一个起点。即使你不会出现，起码好好的道别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支持芝芝，支持3D人老师，也支持我的专辑。Not bad, let's go.